dans responsable de la Conseil général de la chaîne à Montréal, Madame Yen Zhichun. 有请。尊敬的谭庚议员，尊敬的王李琴美女士，彩云会长，各位侨胞，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感谢湖南同乡会，感谢所有演职人员、赞助商、义工的精心策划和辛勤付出，让我们在春节之前有这么个机会在这里相聚一堂，共度佳节。今天来自芙蓉国艺术团的代表团也不远万里来到蒙特利尔，给我们带来了家乡的问候和祝福，我们也欢迎他们的到来。过去的一年，湖南侨胞们不仅把自己的工作生活打理得有声有色，也在湖南同乡会的组织下积极参与社团建设，在七一加拿大国庆游行、侨界龙舟赛和庙会等我们蒙城各大活动中，都能看到我们湖南侨胞忙碌的身影。我们也相信在新的一年，湖南侨胞能够一如既往的为服务乡亲、团结全侨、廉洁钟馗做出更重要的贡献。我们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也将继续为广大侨胞服务好，同时也将会和各界朋友一道，共同促进我们钟馗之间的友好交流合作。最后呢，我也给各位拜个早年，祝愿我们全体华人华侨朋友们新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谢谢。好，谢谢边总。那么边总在刚才的讲话中已经向我们透露了，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加拿大国会议员谭庚先生，他专程从多伦多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晚会。Now she was invited the MP 谭庚。好，有请谭庚先生为我们讲几句。尊敬的边总，尊敬的彩云会长，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儿，得到彩云会长的邀请，参加今天的新春演出。我看到在座的几百人，来参加这个演出，欣赏这次晚会，我感到非常高兴。看到我们中华的一些传统性文化最精髓的部分，能够在加拿大能够生根开花结果，甚至能影响，能融入更多的社群，让加拿大更多的人了解春节的文化。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来很多很多的民族来到这个国家来建立自己的家庭生活，同时我们把我们民族的精髓带到这儿来，所以呢，加拿大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国家，能够融入这么多的文化，融入这么多的传统，所以呢，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国家，珍惜这个文化，应该作为这个是国家的一个共同的建设者，共同的贡献者。我听说今天的这个晚会是湖南同乡会举办的第一次新春晚会，也邀请到了湖南省的一些优秀艺术家过来，所以我相信今天一定是一场非常高水平的音乐晚会。也希望咱们蒙特利尔的这个华人社区将来有更多这样的演出，这样的规模甚至做得更大。因为我本人是这个来自湖南，所以呢对今天的晚会呢就多了更多了一份期待，所以借这个机会给大家问声新年好，预祝新春快乐，另外祝今天的晚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晚会荣誉主席王丽琴妹女士致辞。Merci beaucoup, Monsieur Tangon. Maintenant, je vous invite la vice-présidente honorée de Sori, Madame Pivet Wang. Gowan Dapan, Dagato. Yes, sir.非常開心睇見到大家喺度一齊慶祝新年，咁而且咧我就非常感動啊！富眼同商會真係對我非常之好，咁富眼全家咧都係。好團結，一齊做嘢，多謝你哋，我喺度多謝你哋，新年快樂，身體健康最緊要。Thank you very much, Madam Yuan。好，那我们今天的晚会呢，在这里的承办单位是蒙特利尔湖南同乡会。今天呢，在这里湖南同乡会会长曾彩云女士呢，想要代理同乡会所有的理事给大家拜个年，欢迎曾彩云女士和我们湖南同乡会的所有理事们。Je vous laisse la parole à Mme Zhong Caiyun, la présidente de l'association Hunan et tous les présidents. Honorable Mr. Tang, 尊敬的王丽敏琴女士。非常感谢今天这么多的朋友来光临我们湖南同乡会的举办的首届迎春会，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我也晚会马上也要开始了，我们在这里不想耽误大家很多的时间，我们只是想我们所有的理事在这里大家拜一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曾会长，我想是不是也请我们的几位贵宾和我们所有的理事们一起给大家拜个年，来合个影，好不好？好的。Invite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to join the members.To greet the audience for a very good Chinese New Year. 我们还想请我们的顾问上台，张健顾问，还有 Peter Lee， 在吗？我们的名誉理事那个于静波先生，还有各同乡会的会长。请大家同乡会的会长一起上台，还有我们那个地平线的校长黄毅女士在吗？
爆竹声中一岁除。谢谢。春风送暖如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终把新桃换旧符。好，好，谢谢。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前来观看蒙特利尔首届迎春会暨芙蓉国印象代表团访问加拿大2019春节慰问演出。2018狗年即将过去，2019金猪一年的大幕将隆隆开启。是的，有中华儿女的地方就有浓浓的春节，有我们湖南人的地方就有吃香喝辣的春晚，大家说对不对？对，没错。那么我们这里充满了湖香味道，而且我们的香菜香飘四海，而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所有朋友都是我们唯厨有才来自于湖南这个文艺之都的自家人，大家好。说得太好了哈，我们说共饮湘江水，同是故乡人。今晚无论您出生于湖南，曾经生活学习或工作于湖南，又或者像我一样对湖南保持着一颗热爱的心，今晚我们相聚在此，带着浓浓的情谊，带着浓浓的乡情和乡音，让我们共享来自三湘大地的老乡们在海外的亲情、友情和故乡情。Chers mesdames et messieurs, bienvenue au spectacle des impressions de la terre isbissue, la spéciale performance pour célébrer le nouvel an de l'année 2019. 2018, l'année du chien est sur le point de partir à l'alte, et 2019, le rideau du cochon d'or sera bientôt ouvert. 今晚让我们一起红红火火过大年。大家过年好。我们知道英国的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曾经说过，冬天都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那首先就请欣赏由雀之灵学校带来的舞蹈《春眠不觉晓》。Maintenant, allons-nous visionner la danse présentée par Chue Zhiling. 掌声欢迎。
第一次当主持人，感觉到可以开场的第一句话就可以博得全场的掌声呀。我们再来一点掌声好不好？那既然今天我这么有荣幸，不如在大家面前介绍一下自己。好，大家好，我叫杜安。好的，杜安，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这么好的中文是在什么地方学的？不谦虚的说，自学的。还知道不谦虚的说什么？自学的。他的中文是自学的，这让我们情何以堪啊。好的，那我相信如果您可以自学出这样一门深奥的语言的话，那当然是表示您对这个语言有非常深厚的兴趣和这个感情，对不对？那刚刚我们开场欣赏到的这些舞蹈呢，都是不仅是中国或者说是亚洲地区的一些舞蹈，那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非常好。嗯，就是不光演得好，嗯，就演员长得也好，这是重点啊。小伙子思想不太好，继续说。所以演出也好。说到重点呢，就是说都是一个好字，对不对？你抓到了重点。那我们中国人其实在很多时候给的最高评价简单扼要，那就是一个好字。接下来这个节目我们可以说每一句都带一个好字，不信你听。打竹板走开台，湖南同乡乐开怀，乐开怀都来到我们大家哈哈笑。好嘞，那我们两个业余的就话不多说了哈，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在这里呢用掌声请出我们著名的快板表演艺术家，他同时也是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得主卢克宁先生，为我们演唱快板好字歌，掌声有请。亲爱的家乡父老同胞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中国湖南的相声快板演员卢克宁。哪三个字呢？卢是芦苇的卢，克是马克思的克，宁是列宁的宁。您如果记不得卢克宁是谁，国内有一种专治杀菌治痒的药叫达克宁，您要是能看见达克宁就想起我来了。谢谢，开个小玩笑啊。见到同胞们非常高兴，来这次任务呢也非常激动。来之前我做了功课，我打算给咱们蒙特利尔的同胞们一人带一件礼品来，结果我都买了，准备了几大箱子。到黄花机场一个问题把我难住了，说这些东西不能托运。没办法，我就在黄花机场都把它卖了。第一次来，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礼品虽然没带来，但是我带来了祝福，祝我们的家乡父老您身体好，生活好，生意好，事业好，老人好，孩子好，男人好，女人好，先生好，太太好，转运好，时运好，财运好，您年年好，月月好，时时好，日日好，您吃好喝好玩好乐好，穿好戴好，走好睡好，千好万好，好好好，旧年总比新年总比旧年好，一年更比一年好，祝您万事兴安，诸事皆好。新春佳节马上就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传统习俗，在每年的新春呢都要闹元宵赛花灯，我就把咱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习俗在这儿给大家表现一下，来演唱一段快板书花灯礼赞。闲话少说，我打板就唱，谢谢。
正月里，正月正，人逢佳节喜盈盈。正月十五龙灯会，全国各地都在花灯。我这街上走，步不停，我的高高兴兴去逛灯。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挤不动，它是热热闹闹，熙熙攘攘的来赏灯。天上看数不清，彩旗如林，灯如星。那个灯挨灯，这个灯连灯，这个灯靠灯啊，灯碰灯。长灯圆灯，长圆灯，这个长灯，这个红灯粉灯，红粉灯，这个金灯银灯，杏黄灯，这个方灯扁灯八角灯。有的用纸糊，有的用布绷，有的用木刻，有的竹编成。它是精雕细刻，造型美，五光十色，色调精。疑是银河九天落，恰似山川飞彩虹。看人群一对对，对对举花灯，花灯一层层层层来晒灯。单只见这个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灯。一盏灯，两盏灯，三四五六七盏灯，八九盏灯，十盏灯，它是百盏千盏万盏灯。我都数了半天数，龙银灯对着虎啸灯，凤鸣灯对着麒麟灯，银象灯对着金鹿灯，荷花灯握着鲤鱼灯，虾米灯追着螃蟹灯，还有那么一盏龙珠灯，它是两盏玲珑宝塔灯，两个宝塔两个样，它是一盏黄来，它是一盏红。这个红塔顶上挂金铃，黄塔顶上挂银铃，风吹塔顶塔铃铃，这个风静塔顶铃不明。春风刮了那么整三阵，它是金铃银铃一起鸣，金铃一响，哗啦啦啦啦，银铃一响，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铃，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叮铃铃铃铃，嘿，它是新翠叶儿真好。抬头看，各新的民族是意气方发地往前走，他们排成了队伍，浩浩荡荡往前行。这个有汉族，有满族，有回族、维族、蒙族、藏族、瑶族、苗族、白族、哈萨克族，各兄弟民族来赛灯。他们团结一心，步伐矫健，都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春风。地上花灯美景，我赏不尽哟。天上又赛起了炮打烟火盒子灯，唰啦啦啦，飞流萤火空中散，滴溜溜溜溜，火是萤花灯。谢谢，谢谢达克宁老师，不好意思，我开个玩笑啊，谢谢卢克宁老师，太精彩了。好，那接下来呢，是由我们董碧荣声乐工作室我们带来的一首带有花腔演唱技巧的活泼可爱轻松的一首歌曲，是一首创作歌曲《问春》。那么演唱这首歌曲的两位小女孩，好像雨欣你认识是不是？很年轻的。对，好像一位是13岁，另外一位啊是18岁。哇，真的是好年轻！我相信他们两位活泼可爱、温暖的歌声，定会给我们带来新春的问候和2019春天的气息。问春 est composé par la fioriture, donc les deux artistes sont des adolescents qui viennent de la studio de la voix de Li Rong Tong. Elles vont nous présenter par la façon de questions-réponses. Donc, souhaitons qu'elles puissent nous apporter des bienvenus du nouvel an et les sentiments du printemps de l'année 2019.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 Melissa 白和杨子涵以问答对唱的形式来为我们演唱这首歌曲《问春》，有请。花开随枝叶留白，我为春天，你从哪里来，跟着蜜蜂唱，伴着燕归来。我为春天，你从哪里来，捧着吉祥花，穿着幸福来。我为春天，你跨越留下来，在爱人心声中，在亲人心里，在我
舞戏选段《刘海砍樵》，掌声有请大家掌声欢迎董丽蓉、韩庚语言，有请我们的刘海给我上台。来美丽的落花，小朋友看得很激动嘛。好的，那接下来呢要为您请出的其实是来自董丽蓉声乐工作室天使合唱团的一群小朋友们，他们的年龄啊从5岁到17岁不等，今天很多呢也是首次登台，他们刚刚完成了第一学期的学习，今天他们将采用表演唱的形式为大家生动活泼地带来这一个表演哈。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掌声请出我们董丽蓉声乐工作室天使合唱团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这一首童声合唱《栀子花开》。拜拜，
把我们都唱醉了，钱老师您好，您好，欢迎您到又到咱们这儿来了，是第二次、哎。然后上回带了一壶老酒，今天带了一缸好酒，接下来再给我们唱点啥？大家说，来点加拿大冰酒怎么样？接下来不能这么远来了，咱们这么多湖南老乡朋友，不能轻易放过您，再来一首好不好？好不好？感谢多热情咱湖南人，感谢啊！第一次来呢就让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湖南人的热情，这第二次来呢要比第一次更强烈，更强烈，谢谢。那今天再唱一个的话，我想唱一个男女对唱的歌，男女对唱的，但是没带搭档，没带搭，您的意思、这个、我来呗，我也不行啊，我想要妹子跟我对唱，不是这个话好不好，我不知道现场的湖南的妹子有没有跟我对唱的，有吗？有，没有，您得喊一声，我喊一声，湘西的妹子，哎，你喊一声，妹儿，哎，真有，哎，我看见那有个阿姨答应的，你看，那音乐可以起了，可以，起音乐，咱们请妹玩一首湘西民歌《新棒棒槌在岩石上》，献给大家。各位有喜悦
上楼哎。身着苗族服饰，我们美丽的女歌唱家，正是我们本次芙蓉国印象代表团的团长杨新民女士，掌声献给他们，谢谢，谢谢大家，新年好，谢谢。我们今天的晚上的演出啊，可谓是好戏连台，一波接一波哈。那杜安，下面的好戏是什么？Donc pour la prochaine présentation, la pièce que nous avons à vous présenter, en fait, c'est un morceau de vêtement traditionnel chinois qui est le qipao. Donc pour la présentation, nous avons la troupe de Hunan qui va vous en faire la démonstration sur le thème de Tian Mi Mi. 请欣赏湖南同乡会潇湘旗袍队为我们带来的甜蜜蜜。接
那咋办啊？唱一点，主要是为了让老师们歇歇手，您也唱一会儿好不好？来一句就来一句，清唱啊，谁怕谁？老师们不用伴奏啊，来，您唱哪段？我真不会，要不我来，我点吧，你点，我点吧。凤仪老师，大伙儿可能不了解，《铡美案》唱的最好，黑头唱包公的，驸马爷，就您那个好不好？来，我要不来个什么？我长得像包公，够好不好？我拿嘴给您伴奏。好，预备走，哒哒哒哒哒哒，里个哒，那这不对，这是花鼓戏啊，您还是自己来吧。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雨泥。我真是献丑了。好。还是请着我们真正的京剧皇后来唱吧。您是 A 货，接下来是正牌的，咱们蒙特利尔京剧皇后要上场了。好，有请潘晓燕，为潘晓燕伴奏的是我们华商会票友会，她将为我们带来现代京剧《江姐》选段《红梅赞》。来，掌声欢迎。大家晚上好，我很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湖南的春晚，我算是湖南的儿媳妇儿，所以跟湖南同乡会是有很深的感情。Thank you.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这些阿姨好不好，谢谢啊。当然其实我觉得后边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咱们就不多说客气话了好不好。 给大家介绍点吃的好不好？行，大伙儿都看了一天的晚会，看了一晚上都有点累了，有点饿了，你说说。对，那是不是说到湖南的美食，是不是就想到一个字？对，那就是辣。湖南人爱吃辣，不怕辣，怕不辣。男人好爽，女人泼辣。没错，为什么底下有人乐？男人好爽，女人泼辣，非常正确啊！而且大家知道啊，全世界对咱们湖南的女孩子有一个专属名词，辣妹子。哎，没错，今天咱们就给大家请到了一个名牌辣妹子，湖南歌舞剧院歌剧团原团团长，而且是咱们国家一级歌唱演员，著名的歌唱表演艺术家陈平老师。他一个资深的辣妹子，要给我们带来充满辣椒风味的辣椒歌。来，掌声有请。蒙特利尔的各位华人华侨，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一首代表湖南人对大家的一种火辣辣的爱，火辣辣的情的一首辣椒歌，首先送给大家，谢谢。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个辣椒歌一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十几条，十几条，去十七，开心桥，健脾胃，心头脑，更有了丰富的维生素，营养价值高。磨破脑袋的馒头还没胜过做理疗，胜过做。荣幸高兴的来到蒙特利尔，与在座的各位华人华侨各位朋友相聚在一起，度过这个难忘的时刻。那么新春佳节也即将来临，在此呢，我祝在座的各位华人华侨各位朋友新春愉快，万事如意，恭喜发财。接下来我再和我们的漂亮的妹子一起为大家献上一首《美丽湘江》，谢谢。
绽放，大雁飞翔，白帆乘风浪，千里好风光，玉笔飘香，锦绣文章，相遇情意长，英雄美名。Thank you.
以上呢，他给我们带来的歌曲版的《兰亭序》，让我们共同期待会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呢？Comme tout le monde le sache, l'article « Lanting » a été écrit par Wang Xizhi. Cette récit discutable raconte le sentiment méprisable du destin. Par contre, leurs lamentations ne sont pas des pessimistes, mais plus de persévérance et d'attente pour la vie. Aujourd'hui à Montréal, il y a toujours un groupe de personnes si poétiques qui aiment la culture chinoise et répandent la calligraphie chinoise.Donc, ce soir, ils vont nous apporter la version chanson du récit《兰亭》。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董丽蓉伴奏古筝陈亮。老师以及他的弟子郝长虹为我们带来《杂谈地方戏》，掌声欢迎。又来了，感谢您的掌声。哎，总算轮到我上台了。我第二次上来了。哎，那您算这个梅开二度。哎，啊。我们上来啊，我发现啊，就是大伙儿有点累了。是为什么呢？您看，就是刚才这些演员上台啊，嗯，哎，大家一鼓掌，感觉就真跟过春节一样。是是是。我们爷俩一上台，大家一鼓掌，
我们感觉跟过清明似的，稀稀拉拉的，不会说话。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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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啊！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再欢呼一声就更有面子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后台我们团长有话说，团长说唱歌跳舞我不管，是，反正这个语言类节目上台，观众每鼓掌一次加5块钱，是吧？啊，真是啊，10块了啊，已经10块了，没别的，快过年了，对，我们小爷俩过来啊，我师傅说了，打算给大家带点礼品，对，我不像他有钱，哎，我没钱，但是呢，我给您带来点祝福。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嘛嘛香，我觉得有点过时了啊。那您说什么？祝大家一帆风顺啊，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也没意思。那你说什么有意思？干脆简单直白啊，你就只给你说，你鼓掌就发财。哎，简单吗？你欢呼发一辈子财，你掌声加上欢呼声，你们全家一辈子都发财。好，这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啊，在蒙特利尔的咱们湖南老乡看见了吗？怎么呢？全是财迷。对，嗨，啊，没有啊，是不是？这人家逗你玩呢。哎，大家互相开心。是是。相声的特点即是如此。哎，三句两句上台让您开开心心。对呀，啊。乐乐呵呵的。是。哎，咱们有句行话叫"理不歪，笑不来"。这是我们行话。哎，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把一些理呀给它歪曲一点。对。但是您听着就好玩。是啊。您一琢磨，蕴含真理和哲理。这就是这门艺术的诀窍。哎，当然了，作为相声，在咱们整个这个社会当中，还有一个功能。还什么功能？推广和宣传普通话。哎，这是我的责任。是不是？哎，普通话是什么呢？以北京音为基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通用语言，就是普通话。哎，我虽然没什么听懂，但是我觉得他这说这番话还有点意思。没听懂不要紧，举个小例子，你说说。咱们就说这个普通话脱胎于北京话。对呀，给大家说一个北京话的小故事。怎么呢？咱们去北京旅游，知道有这个四合院。哎，里边住几家？是对门两家，关系呢就是兄弟。哦，亲戚。哎，兄弟，住大半夜，就是这种天儿，冬天啊，大半夜有一个呢出来要上厕所。哦，哎，这个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咱们住过那个老平房的知道。没有私厕，得院里边有一小房子或者木板搭的，那叫公厕。上这个，对对对，半夜了，那边一开木头门呢，门一响，对面发觉怕是有小偷。您听用这个北京话，它跟普通话就不一样，它很啰嗦。俩人对话显得特别啰嗦。我给您学学啊，您来来，这边门一响，这边发觉了，吆喝，先来一感叹词儿，深更半夜这谁出来一声不吭，怪吓人，把我吓一跳，嘿。回答那更啰嗦，那怎么说呢？哎呀，哥哥是我，您倒甭害怕，没什么事儿，我就出来撒泡尿，您歇着您的吧。你看看，哎呦，兄弟啊，这天可忒冷，你可得配上点衣裳，不然啊，明儿一发烧准得感冒，到医院花好几百块钱，还得打针吃药，可划不来。你瞧，哎呦，哥哥您放心吧，我这配着衣裳的，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我这憋得不成了，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了。嗨，您看这就是北京话，你说这是。啰里吧嗦，太啰嗦了。改成普通话一推广好办了。怎么呢？这点故事分成四句，一时六个字，一句四个字，解决了。是吗？哎，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你来来，这是谁呀？四个字，回答也四个字啊，是我，您呢？你干嘛去？我撒泡尿。嘿，简单，你还明儿这一改良，四个字解决问题了。方言也有魅力哦，用山东话说这四句，12个字解决，又省一个，3个字一句。嚯，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山东人说话，山东人怎么说？解释谁？哈，山东味儿。回答也3个字啊，解释我。上哪儿去？上哪儿？上便所。哎，嗨，那是不是？简单多了啊。哎，还有比这简单的？还有啊，湖南话，长沙话，说这四句8个字解决问题。2个字一句。那屋门一响，拉过，我嘞，我该，我娘，嗨，8个字，
我们在座湖南同乡会的同胞们一听就懂了啊。还有更简单的。还有简单的。河南话。河南话怎么简单？四个字就完事儿。嗯。一句话一个字儿。那屋门一响。啊。谁？嗯。我抓鸟。嗨。那可不一个字吗？哎，这就是方言的魅力。是是是、啊、所以说推广普通话让大家都听得懂。哎，但是我觉得各地应该存在方言。对啊，因为方言它说出来亲切呀、啊、是是，咱们上台大家好我是湖南的，大家听着就那么美，哎，听着那么亲切。对呀、啊、哎，但是我觉得啊、嗯、各地也有自己的艺术。是，您发现没有，什么方言和艺术结合的最好的是什么？是什么？地方戏曲。哦，戏曲与方言。哎呦，地方戏魅力十足啊。哦，随便说点大伙儿都知道的。你说说。北京的京剧有，广东粤剧有，广西桂剧，山东吕剧，山西晋剧，上海沪剧，浙江沪剧，四川川剧，贵州黔剧，江西赣剧，海南琼剧，铁剧，电剧，钢丝剧，拉大剧，扯大剧，姥姥门前唱大戏。怎么了？钢丝那后边这拉大剧这不行、啊、我们家装修啊，我们家装修。这什么戏、啊、装修也得听戏。前面说的倒挺对、哎、我最喜欢的啊。你喜欢湖南的发鼓戏啊？你喜欢花鼓戏？当然了，我是一个花鼓戏曲工作者。嗯，你看他说话那么谦虚。还工作者啊？这么说你是花鼓戏演员？哎呦呦呦呦，老师您可别这么说啊、演员二字太神圣了。哦，刚才上场的人家技艺精湛，那才是演员。我愧不敢当。我这那您是艺术家？哎，啊，著名的花鼓戏表演艺术家啊。嗯，他说我以为他客气半天呢、哎、自个儿把自个儿抬那么高。艺术家艺术家艺术家、哎、艺术家花鼓戏。哎呀，咱有幸见到艺术家了、嗯，您是花鼓戏表演艺术家，而且是湖南花鼓戏。哦，湖南花鼓戏表演艺术家、哎、我还有一特点。您什么特点？除了湖南、啊、我在哪儿都唱过。嗯，湖南花鼓戏你除了湖南在哪儿都唱过啊？那怎么不在湖南唱呢？我得给同行留饭呢，对不对？再说万一让他们听出来我那个，对不对啊？就是他唱太好了、哦、不合适。再说最那最那到咱这儿了也，我不在国内，今天干嘛来了？就是国外现演。哦，上咱这儿丢人现演来了。不懂，这是我们行话。那大伙儿都懂，在座有戏迷。啊，现演现场表演的意思，知道吗？现场表演。哎，对，我以为丢人现演。什么丢人？真人真唱。哦，懂吗？那艺术家干嘛？我代表广大的观众朋友，我问您一下啊，您既然是花鼓戏表演艺术家。敢问您工哪科啊？唱什么工的？什么工的？我是男的，什么工的？还母的？你这是什么？不是你唱你唱哪工？哦，问我唱什么角色？你什么行当？罢了，人家是个内行。嗯啊，做个身段，瞧一瞧，好不好？看看啊，看看我是唱哪工的？走。哎，生旦净末丑，我是。丑，我是。嗯，这么多亲爱的老乡人都说了，蛋，丑蛋，对，这，嗯，有丑蛋吗？非得把个丑给我装上，就是蛋绝，青衣花旦，我是男蛋，男蛋。我头次看见男蛋长这模样的，这是啊。这两年发福了，知道吗？哦、这两年在蒙特利尔吃牛肉吃太好了，知道吗？哎。这两年都在咱这儿，哎，咱这儿丢人现眼、哎、是吧？什么什么，花旦，花旦，哎，那既然您是花旦，我提个要求行吗？干嘛呀？咱欢迎这位艺术家跟这儿唱一段花鼓戏怎么样？啊？这个掌声还不热烈，哎、是不是？别煽动观众，怎么呢？今天大家来不是看花鼓戏的，前面人有人唱完，人家。一员都唱完了，人家董老师人唱完了，不没人听，没有不爱听我唱，没见过男旦唱的、啊、是吧？这是、嗯、是吧？观众就是上帝，对呀、啊。今天我都没拿您当观众，哎，您都是我亲人，对，演员啊，观众是演员衣食父母，是，您就是我爹我妈，你看看那 对，您观众有召唤咱就唱，对嘛对嘛，但是今天不能唱你。这不白说了吗？你这是谁见过花鼓戏一个人唱的？你刚才你看咱那
谭先生和那啊，我明白您，老师那么我明白您的意思是，找人跟您配合唱。对，我缺个配戏的，那不找别人，我在这儿待着了，干嘛？我已经上了，我配您唱啊。你给我搭配，我给您帮个忙啊。花鼓戏您行吗？主要是听您的呀。您怎么样？花鼓戏？花鼓戏，我是北方人，花鼓戏不是太熟悉，哦，但是我也能哼哼那么几句啊。也能哼哼啊！哦哦，行行行，没事，我带你唱。嗯，我是艺术家，你是业余票友。哦，对对，你带你唱，跟着艺术家唱。哎，好，咱挑一出戏怎么样？您挑啊！我是艺术家，全会。您挑，花鼓戏我会100多万出呢，真的。100多万、啊？当然了，当然，我随便挑个戏，你没听过呀？嗯，对不对？那咱挑一个最熟悉的，啊，咱湖南人最喜欢听的什么？刘海砍樵怎么样？刘海砍樵啊啊啊！有这戏吗？有这戏啊！你不知道这个？什么叫我不知道？这是行话。哦，我问你有这戏吗？行话问你有没有？哦，问我有没有？就是会不会啊？哈，你说清楚，啊，我会不会没关系，我只是搭腔啊，听您的呀。啊，我也会啊。您艺术家呀。啊，可以，就唱这个，对对，唱这个。那咱分分角色啊。可以，你跳。这里边俩角色，我艺术家，对不对？我，我演刘海。刘海砍樵。对，你演刘海。对，那我演樵。那我砍你。砍我干嘛？演樵干嘛？俩角色呀。刘海砍樵吗？这樵是角色呀。啊，樵是干草啊，当柴火用的呀。啊，刘海砍樵。砍樵，砍的柴火打柴。对，那里边还一个主角是？还有一个是胡秀英，就是那狐狸精。对，狐狸精干嘛呀？他不是狐仙变的吗？他是狐，但是他是人形。哦，我明白，这是个美女。哎，拟人化吗？那是我的本功啊。对，我就唱这个的旦角。明白吗？来点，我们凑合看看。哎，啊，玩看一回是一回。咱唱哪段？唱你挑啊，我艺术家，你随便。观众熟悉的是鼻骨调。好，咱唱鼻骨调怎么样？就这鼻骨调啊！刚才咱们看见了谭先生两位，人家唱完了，咱就唱这鼻骨调，我给你示范一下，好不好？哦，哎，没问题，咱唱鼻骨调。鼻骨调，互相鼻骨人。对，你把我比谁，我把你比谁。哎，鼻骨调吗？好，你等我会儿。嗯。我要化妆，咱们就这么唱。我化妆，哟，我艺术家，艺术家还真不一样。当然，艺术家能像你吗？穿个这褂子唱不行。嗯，行。他刚才陈平老师脑袋上顶多少东西？嗯，行，十几斤呢。哎呀，这艺术家，我跟他做了二十多个小时一起，我不知道他会唱花鼓戏，你看是不是？他还带着行头来的，他那箱子就这么大点，他怎么能装下呢？我家这。不过这相声演员上台化妆的也简单，哈哈，化之前的不是怎么太好看，是吧？随便这么一捯饬，啊，插点什么东西，你们觉得我美吗？谢谢，我就是美丽的胡秀英了。就这还美呀？怎么了？跟那炸毛鸡似的。照相的啊？啊？嘿，好嘛，照完了吗？啊，5块钱一张啊。啊，这边也照来。好，可以。你美什么呀？我是艺术家。哦，你行，你艺术家美吧？这就头饰。哦，头饰。看过《还珠格格》吗？啊，看过。哎，头上珍珠、玛瑙、翡翠、玉器、金银的，嗯，这就都代表了。哦。哎，这把扇子打开了，嗯，翩翩起舞的美少女增加美感，咱俩就产生了一段爱情故事，好不好？啊。干嘛呀？假的，不是真的。要真的，我还不要你呢，我也不给你。什么人呢你？全都都会吧？那咱们就开始。打嘚儿打嘚，行，来呀，这个二，二三七，打嘚儿打嘚啦啦哩哒啦啦哩哒啦，哒哒哒哩哒哩哒哒啦哒哩哒。我这里江海国好有一笔呀，武大姐，哎，你们家着火了是怎么着的？这着火干嘛？有这么答应的吗？这一辆消防车几辆过去了？吸引大家注意力，后排观众不得看，我就得哎。你
弄那么长干什么？短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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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啊，短点啊，短点啊，福大姐，你吃撑着了，大哥啊，你不让我短点吗？短点也不是太短了呀，不长不短，正合适。要求真美一点呢，这跟艺术家这么多要求，再来再来再来，这还是艺术家呢。福大姐，哎，我的妻呀、啊！我们俩这是演《聊斋》呢，是怎么着？是不是？跟大伙儿解释了，我是狐狸精，我是狐狸精。狐狸什么狐狸？这时候他是人形，跟刘海谈恋爱了，变成人了，拟人化。正常一点，好了吧？好了吧？就你要求高，真的好套闲。哥还怪我了，来来来来来，福大姐，哎，我的妻呀、啊，啊，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呢、哦？我把你比流氓，不差好。等会儿，把我比什么？比流氓啊？流氓像话吗？各位您瞧瞧，深山老林这么大岁数一刘海，来搭上我这一个小姑娘，这不是流氓是什么？嗨、哎。同意他是流氓的可以鼓掌了。这这这这这这，不是，我谢谢各位给我这么高的奖赏。刚才那表情我就感觉他像流氓。是什么流氓？牛郎。牛郎。牛郎。流氓差不多。那差远了啊！什么呀？就得说牛郎。好好好。嗯，我把你比牛郎，不差好分呐。那我就比不上了。你本来就比不上。牛郎多帅，您再瞧这模样，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这什么模样？这是？你管我什么样？我配合你唱戏，你管我什么模样呢？好好好好，我唱原曲，唱原曲。你比他还要多喽。还差不多。武大姐，你是我的妻喽。刘海哥，你是我的爸喽。胡大姐，你是我的舅喽！啊，刘海哥，你是我的师喽！你是我的师姨哟！你是我的师儿啊！我们俩分家是怎么着？你不报数吗？你喊我妻，我喊你爸。那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呀、啊，妻子的妻。哦，妻子，我这分财产来了。你，我是你堂客。哎，堂客。哦，你是我。我是你大炮。哎呀，大炮干什么呀？丈夫，丈夫，我得唱你是我的夫，哎，啊、好，这是内心戏，对不对？哎，再来一遍啊！夫妻感情在这儿，夫妻就出来了，哎，要给大家撒一撒狗粮，是啊、嗯，秀一秀恩爱，啊、好，来来来来来，福大姐，你是我的妻了，刘海哥，你是我的夫啊，这算不算呢？这边儿，真的别那么算了啊，往下走吧，啊。福大姐，你随着我来走喽。嗯。福大姐，你随着我来走喽。嗯。福大姐，走喽。我不客。这怎么不去啊？外边冷。这嗨，这跟冷有什么关系啊？啊，就得去。打个的。这上哪儿给你打的去？身上那我怎么办？那不行。啊，跟你走，上来跟着我走啊！那我得唱《海哥哥带路往前行》。对对对对，啊，海哥哥带路往前行了。你着什么急眼？我走。哎，你先上，你先上，你先上，真乱，真乱，再来。啊，大姐，你随着我来走喽。海哥哥带路往前行喽，走喽。啊，行喽，走喽。啊，行喽。我觉得哈，这掌声还不够热烈，所以两位老师这么飞快的就走到后台去了。我们的卢老师还有我们的郝老师再到。我们知道，我们卢老师作为这个中国曲艺最高奖这个牡丹奖的得主哈，卢老师您这个首先吧，对弟子今天的表现如何？我的主持好搭档的表现如何？有声音吗？有啊，有了，反正是好坏
咱大伙儿评说啊，反正拿我在台上不当人，在这干着，你说，嗯。好呗，那这次听说是两位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美丽的蒙特利尔？是，我不知道您，反正我是把第一次献给大家了。嗯，啊、如此弥足珍贵呀、啊！对对对，你都献完了，我跟着献一回呗。嗯，是。好的，那两位要不要借此机会和我们台下所有的湖南老乡以及湖南的朋友们说一说你们的真心话，说一说你们拜年的吉祥话？那我先来吧。您来，您是大腕，您得压轴啊！我真觉得在这儿就跟回家没什么区别。是，就坐了一个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机来的，啊，没什么区别。然后到这之后发现，哎呀，谁都对我特别客气，特别好。特别是我跟您说啊，这个加拿大原住民真的特别礼貌。我在超市买东西啊，我买完东西之后，我看这金发碧眼，咱也不知道。咱为了表达咱这个中国礼仪之邦，我也得说句感谢话。是，我说 Thank you。人家看看我，人家看看我，人家说了一句话，把我逗乐了。他怎么说的？不客气，不客气。学好普通话，朋友遍天下。他中文比我英文强。对，这还好。嗯，所以我说在这儿呢，没别的，希望大家在这儿身体好啊、工作好。借您的词儿，一年更比一年好，明年还想看见我们，好不好？哎，对对，年年都想看见你们哈。谢谢。好的，那让我卢老师您说两句。我他都好话都说完了，就代表我的意思啊。我最终的一句话就是祝我们父老乡亲呢，咱们在国外呀能够生活的愉快，身体健康，多多保重，长命长岁。谢谢谢谢谢谢两位。不是演员、哎、是艺术家。哎，不敢当不敢当，主要是跟随我们这芙蓉国印象艺术团呢，我们团长杨兴明女士带着我们来啊，这个特别感激，感激能跟大家见面啊。对，是今天真给大家是不是带点东西啊？对，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抽奖的环节哈、啊、想好了。说对了，我这手正来之前还开了光的。卢老师，那个您一定得抽着我的奖券，看看这个奖券号码写着呢。哎呦，好，我记着了，我记着了。我看您也看一眼、这写着了。好，对，好，董丽蓉，嗯，这写着。我调一下我这特异功能啊、哦，我隔墙看字儿，我都把这号抽出来。来，您抽奖，好不好？来。好，大家刚才在入场的时候已经购买了奖券了，现在到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今天是湖南同乡会主办的这样的一个迎春晚会，我们是不是把有请曾会长曾彩云曾会长到台上和我们一起来抽这几个奖品？来，会长，还有谭庚议员，边总一起来。跟我们艺术家来一起抽这几个奖。今天呢，我们还是一会儿让这个曾会长来介绍一下吧。我们今天的奖品有什么？其实奖品还有很多哈。对对对。我们今天是在这个酒会的途中，大家购买了这些奖券，对不对？对，在入场的时候。你们都是花钱来的呀？哎呦。早知道我们不演这节目了。对，是。为啥呀？啊，把票都钱都退了。嗯，走的时候把金戒指都留下啊！这说明您没演够，等会儿还得加一场。对对对对，哎呦，这钢琴退下 来，这说明一下，这钢琴不是奖品啊。其实跟大家开玩笑。奖品也挺大的，搬不上来。那个曾会长介绍一下吧。我们今天现在到现在暂时先抽的有几个奖品？我们的大奖是一个电视机。然后呢，我们还有是多少寸的？好大好大！多少寸的电视呀？58寸的。哇，太好了！我们家还用14寸黑白呢。他师傅给我的。你们家那事儿别提了。正好赢个电视机回家看今天这个我们春晚的回放，对对，刚刚好。你看这咱绝对是公平公正。我们还有4块这个。湖南的湘绣擦匾，太好了、中国四大名绣，湘绣、粤绣、蜀绣、苏绣，也是我们湖南省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咱们先抽什么？湘绣，湘绣哈。好，湘绣有几个？4个，4个，四个。好的，我们来见证奇迹出现的时刻。好，曾会长，您来公布一下第一位我们获奖。观众朋友们的号码是哪一位同乡？看好自己的号啊！
8203116。8203116是哪一位幸运的观众？我们有请这个获奖的观众到台上来和颁奖嘉宾、抽奖嘉宾来合个影、留个念。但是奖品呢是要到晚会结束之后到门口去领取。有哪位？还真有！哇，帅哥！太好了，对一下。好，这不就作弊吧？啊，怎么就抽到你了？好，那您到中间来，会长，哎。第二位，咱们接着抽，接着来，哎，抓紧时间接着抽。好的，我们第二位幸运观众的中奖号码是，来，你来公布。第二位中奖号码是8203083，8203083，对，8203。哦，在这里，哇。恭喜！恭喜这位幸运的观众。啊，慢一点啊，先慢一点。对。好。嘿。拿过来一点。哎，请中间请。好的，来，恭喜您。中间请。我们。对。看看，就是买的都是中奖的。下面一个中奖号码，他必须得中。8203076。8203076，中奖号码是。再说一遍，8203076。是不是一位女士？我听到尖叫声了。这里。啊？不会吧？我看包圆了，这是啊。这真的是哈、啊。真的是啊。再抽一个吧。可以，因为他买的多嘛，他等。哦，您愿意把您的这个运气分享给大家？那您抽好不好？来，您抽。用您这幸运之手抽。好，现在这一位新的中奖号码是自己公布。8203147823427。看看咱艺术之都双语一样。好。8203147。8203147。有在现场吗？有啊，看到了。再次恭喜您。接下来请刘老师来抽一个。我不看。卢老师，您还记得我的号码吧？晃一晃啊！您不看，您那个手啊，只能往箱子里放啊。嗯。您别不看，就这样就麻烦了。来。你别说出来呀！因为我们师傅以前犯过这错误。什么徒弟啊？把我的心思全看透了。抽几个？抽一个吧。一个 OK， 来看看这边。好，我们这一位幸运的号码是。那个老花镜没带。8203。这不是看不见，这是吊胃口。084。8203084。还是您。好吧。这样吧，我们最后的一个大奖，我们有请我们湖南我们湖南同乡会的执行会长文芳上台给大家抽。对，我们最后的一个大奖，来最后一个，我们58寸的大彩电哈。我们一定得把这个盒子给晃晃好哈，我们有请这个红光满面的，你看看。对，蒙特利尔这个湖南同乡会的执行会长唐文芳女士，我们到中间来抽取最后这个今天的这一个大奖哈，不能看，咱得就是是吧？好的，这个最后我们这一位今天大奖的幸运儿的中奖号码是，来芬芳公布一下。8203137，8203137，恭喜这位观众啊！小姑娘，我们这位小女孩，也希望这份好运可以持续我们金猪年的一整年哈。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文芳执行会长以及我们的彩云姐，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这个晚会啊，我们这个芙蓉国印象团今天只是我们北美这个加拿大巡演的第一站，对不对？对。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好戏？我们是不是还要在其他的更多的城市来为大家带来这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呢？
接下来下一个应该是在渥太华和多伦多。嗯，对啊，哦对，明天还有庙会，明天还有庙会的演出，我们会继续欣赏到这些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对，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其实我们刚才抽的只是部分的奖品，还有许许多多的奖品，大家期待不期待？马上要抽吗？还会从天而降，还会从天而降，像仙女一样。待会儿会有从天而降的，各位先坐住了啊，不许走啊。但我等我上楼啊，有一会儿有从天而降。好，谢谢我们几位抽奖嘉宾，也祝贺几位中奖者，谢谢。好的，演员啊，这位艺术家，我新学了，这位艺术家呢，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家非常熟知的香二代，对，是我们湖南的女儿，对，没错，她在其实不是很多年前，因为他还非常年轻，他曾经参与了中国的这个最美和声，中国好声音，对，成功加入了，我知道是有庾澄庆的团队，还有陶喆的团队，所以实力绝对是非常的强劲，是一位美才女。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出她的名字了，九九。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九九为我们献上两首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和 And Not a Day。掌声有请。Let's s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music louder. Thank you.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Will always love you. For those who didn't get that, I just wish a happy new year and hope that you guys enjoy this classic that apparently younger generations don't know about, which made me feel super old. Thank you. I hope that life treats you kind, and I hope you have all you dreamed of.
谢谢。因为我们好像赶场了，所以我尽量少说一点。那第二首歌想给大家带来一首法语歌曲，是我今年暑假出的一首歌，叫做 Un autre idée， 然后是为我爸写的。因为如果是知道我爸妈他们一直以来都跟湖南同乡会非常非常的 involved， 中文词汇量有点越来越下降了，所以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新年，但是我也很希望可以在这个场合下跟你们分享我给我爸写的这首歌，然后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就是对我们家庭的支持还有爱。So this next song is a French song that I wrote for my dad, who's my parents are both very involved in the Hunan community here. I'm gonna wrap it up because we have a time limit. And so I just really want to share with you guys the single that I dropped in the summer called Un autre idée. And hope you guys enjoy it. Thank you.
无论身在何处，家永远是心底最深切的牵挂。请欣赏合唱《念故乡》，我爱你，中国。指挥 Craig Gerandon， 钢琴 Alice 王瑞林，大提琴关志成，领唱董丽蓉，伴唱梦之声合唱团，请欣赏。
了几道弯，几十里水楼到湘江，江边有朵什么仙呐？